你好，我是哲哲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小象。我用的纸边长是5厘米，首先把两个角对折，展开，把这个角往里折，这一侧也一样。把这个角往里折，这个角折进里面，上面的角往下折，翻到背面，两个角往里折，翻回来，稍微展开，把这里向外撑开，然后把它压下来，这一侧也一样。调整一下，这个小角往里折一点，最后给它画上眼睛。这样就完成了。关注哲哲王子学更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